同学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在广告学的最后一个单元呢要来谈的是广告的下一步 Advertising Next。 换言之，到底呢行销传播的未来将会是何去何从呢？很高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邀请到呢国内蝉联多次风云媒体代理商的安吉斯媒体集团执策略长于志忠先生来到我们的节目。于策略长您好。齐老师你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在作业上面一些观点跟想法，谢谢。于策略长呢是难得的跨界专家，那么不仅先后呢担任意识形态广告公司、里奥贝纳广告公司业务群总监，那么也同时呢在服务于企业界，像是中华电信还有嘉格食品的行销经理，那么现在呢更跨足到了媒体的集团，所以可以说呢对广告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整个趋势的一个变化都有非常深的一个观察。那我想呢首先呢我们了解到最近这几年，特别是进入了数位的年代里面呢，整个媒体的环境呢跟过往有大大的一个不同了啊。那当我们在这个思考这个，也就是说在我们瞻前之前好了，我们是不是也先请呢策略长为我们同学分析一下这些年来变化的一些轨迹 ？OK， 我们的习惯是这样啊，就是说如果你要看一个未来趋势的发展的话，我们大家会看过去它整个发展的脉络是什么，然后再来看它未来会怎么走。所以要了解广告未来的变化，我们会先去了解过去改变的脉络。那基本上我们分成四个方向来看。第一个就是电脑的运算能力改变了内容产制的方式。那电脑的运算能力它的改变，它是怎么改变的呢？我们可以从我们买电脑的经验来看，就是我们今年买了电脑，然后花了钱，我们会发现六个月之后电脑的价格就减半了，对。那但是它的能力也提升了，那长远来看，电脑的价格会越来越便宜，然后它的运算能力会越来越强大。那这样就造就了更多的专业的业余者。为什么呢？因为早期的电脑它只能处理文字，然后接下来它会可以处理照片的编修，然后最后可以拍摄成影片的剪辑。那也就是说，有很多专业的工作现在只要靠一部电脑。手提电脑跟软体它就可以完成了，那这个就让消费者在产制内容的时候可以做出更多的内容。对，好，那再来就是现在大家最热门的云计算跟这个云储存的概念。一部电脑的价格成本要往下降，它有它的天花板，就是说它里面一定有 CPU， 一定有一个这个储存装置，这个价钱省不掉。对，可是如果把计算能力跟储存全部丢到云端的时候，电脑的价格又会降得更低了。对，那电脑的价格只要降得越低，拥有人就越多，那能够创造更多内容的人就更多啊。这是在第一项。那第二个就是频宽，频宽的改变呢，它会改变消费者取得资讯的方式。那频宽的成本它现在是不断的降低，在2000年之前的时候，我们是拨接上网。在2001年的时候，中华电信推出 ADSL 双向512，现在是光纤到府，然后是50Mbps到100Mbps的速度。那当所有的资讯都这么容易的丢到网络上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开始上网找资料了，所以消费者搜寻资讯的行为开始改变。那再来就是网络的普及，当所有的资讯在网络上很容易找到的时候，大家就愿意上网。那越多人上网，那分享的资讯就更多，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那2000年的时候，全球上网人数是5000万人。2010年的时候，全球上网人数是20亿。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假设 ，Facebook 如果在2000年推出来的时候 ，Facebook 不会成功，因为在网络上你会找不到台湾的朋友，因为全球上网人口数只有5000万人。
那所以呢，在到了2010年之后呢，全世界有这么多人上网的时候，所以有很多的价值应用会在上面发生。那这就是第四个，就是当网络提供多样化的应用服务出来的时候呢，那网络的经济体它自然就成型，所以它就会产生 e-commerce。这是在过去10年来整个发展主要的这四个重点。所以从刚才您的分析里面呢，我们可以掌握出来呢，这个科技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这个速率啊，确实非常非常的惊人。有时候我常会自嘲自己，真是会得了一个恐惧症啊，因为它的变化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遥想呢，我们如果看每一个的传播工具、传播媒介，它的一个接收的速度来看好了，打从以前这个 radio 的年代好了，很可能是花了30多年的时间，大家才普遍的啊。使用 radio 了，使用广播。那么电视呢，花了13年的时间，大家才会非常非常的普及。然后到了网络 triple W 呢，他就花了3年的时间。然后更快的是到了 Facebook 的时候，他只花了2年的功夫呢，就让大家为之疯狂啊、哦！所以是不是我们接下来也请您呢，为我们来分析一下呢，整个这种科技的创新的一个速度？科技创新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但是我们比较关心的是科技创新的速度对于品牌的传播它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国际上有2个超级的女星，1980年的时候是 Madonna， 她花了10年的时间那在世界上红。那这个红的过程是这样的，她是从美国红到欧洲，从欧洲红到日本，再从日本红到台湾，他这样大概花了10年的时间，所以他是1990年他开始整个的在成为国际巨星。那另外一个就是 Lady Gaga， Lady Gaga 在2006年、2007年的时候出来，他只花3年的时间，他的成就跟 Madonna 一样。那这两个人条件是一样的，那为什么一个要花10年，一个花3年？中间的差别就在于有没有网路，有没有社群。这就是科技的创新的发展影响了品牌传播。我们试想。如果 Lady Gaga 是一个商品的品牌的话，过去是花10年成为全球品牌，现在只要花3年就可以成为全球品牌了。那我们比较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关心的是，在这样的快速发展之下，消费者会有什么变化，他的行为的变化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到的是，现在最重要就是 always on， 就是消费者随时随地他都在网上，都在网络上面。那这也是为什么 smartphone 这些智慧型终端装置发展的这么快，像卖的这么好。那这样的行为就是低头族。低头族到处都是。是的。你知道吗？每一个人一天平均看手机的次数，无意识的，不是接电话，是看手机，大概是180次。哇，太惊人了。所以行动广告会是下一个重点啊。那另外一个是多功行为。现在大家在已经不是看电视，大部分在客厅里面都是听电视。对，好像变成就是说，手上是一边是在滑手机的状态之下，然后听到电视里面有什么讯息引起他的注意的时候，他才抬起头来看看现在电视在谈什么东西，然后接下来又去滑手机，会玩 pad 或者是干什么了。对，然后在办公室里面，大家也很习惯一边处理文件，然后一方面上 MSN， 然后或者是同时看手机上的 line，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多功的行为。OK， 那我们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很值得关注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媒体，主要是因为社群媒体的关系。那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他对事情的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真相。然后很多人也认为，当天的新闻会自己找上门来，也就是说，他的朋友就会把当天的新闻 po 在他的 Facebook 上面去。那他也慢慢不看其他的重要的新闻，这些都是使用者的行为的变化。这样，然后另外呢，刚刚在这个行为者的变化这里呢，除了我们看到一个多功的现象，然后也看到了这个社群网络里面的很频繁的大家的分享或者是 search 搜寻，那么再者呢，我们也发现到呢，这个使用者自己呢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灵活的一个媒体了，也就是您这里所提到的一个去中心化的一个概念。对。去中心化这件事情是过去我们在讲媒体的时候，像主要的言论都来自于电视跟报纸。那所以我们都会相信报纸上讲什么，相信电视上会讲什么。可是社群跟网络的资讯这么的容易拿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大家慢慢相信的是社群上面的事情。对。对，但是它的可信度比较高，就是朋友传递出来的。好，谈到这边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会，我们再继续来讨论。
对未来的一个观察啊，对未来的一个预期，以您这些年的一些观察，有没有有哪一些特别值得我们要注意到的一些地方？我们再看未来的发展，我们会从五个面向来看。那这五个面向呢，就是以消费者为核心哦，所以以消费者为核心，然后再看四个面向，就是内容、跨平台、社群，还有商业模式的改变。那我来说明一下这个结构。第一个在内容的发展上面啊，那内容发展上面呢，比较观察比较特别的是，使用者创造内容越来越多，因为网络上需要很多的内容。那专业者创造内容，它的速度慢，成本高，就像是电视广告、电视节目这些呢，没有办法满足网络上使用者的需求，所以很多的专业的业余者，他就开始大量的创造内容。那他们提供了快速低成本的内容生产模式，这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到的。那因为有这么多的内容，所以策展人的技术就很重要，就是怎么样去把网络上这么多的内容，然后用同样一个主题串在一起，然后呢转给消费者。那再来就是多媒体形式的内容，就是单一内容在不同平台上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新闻事件在报纸上是文字，在电视上就是影片，然后在杂志上可能需要很多的图片。那如果是在手机上又有不同的平台 iOS Android， 所以内容它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所以当我们在做广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么多不同平台的需求的时候，你没有像过去这么简单了，它变得复杂了，这是内容的发展。那再来是跨平台，就是 mobility 这一块。跨平台装置的发展，我们最重要观察的是行动装置，因为行动装置现在几乎就是随身媒体，那它对于我们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具有影响力的媒体。那再来是社群的发展，社群媒体目前应该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那大家都在使用脸书，可是从品牌经营脸书粉丝团的角色来看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被厘清。比如说社群本身的质量关系，到底你是要冲粉丝团的人数，还是你需要这一群人是认同这个品牌的文化的，他是这个品牌忠诚度高的人，在质量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社群内容本身这个产制流程的管理，因为你有一个粉丝团，如果人数超过10万人以上的时候，这个人数就复杂了，他们对于有兴趣的内容就不一样。对，那所以你怎么针对不同的族群提供定期提供这个内容，对于社群管理者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沉重的工作量。那怎么样有一个好的产制流程可以帮助他，这也是我们现在在看的。那再来是品牌社群与企业客服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客户把品牌粉丝团当成是企业客户的，对。但是社群管理者本身并没有这么丰富的产品知识，无法回答线上的这个需求的时候，那你怎么去界定，怎么去厘清？这个也是我们在讨论的。再来就是社群媒体在企业内部所扮演的角色，当有人在脸书上反映希望你做一些产品改进的时候，那社群管理者是不是能够把这个意见传达到企业内部，然后得到决策者的重视，这件事情在企业内部还碰到他组织流程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在学习的。为什么要了解这些事情？是因为脸书 Facebook 本身已经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媒体了。那再来是商业模式的改变，过去传统的媒体传统的广告主要是扮演资讯的载具，那数位时代的媒体因为本身它已经具有联网能力，它有预算能力了，所以它已经具备电子商务的功能，这个时候媒体就变成通路。有一个例子就是在2008年的时候，韩国的 Home Plus 就是这个 supermarket， 超级市场，他把他的货架超级市场里面的货架，然后转换成捷运站的户外壁贴，就以户外看板的形式呈现。那在那边等捷运的乘客，他可以利用他的行动装置，然后拍每一个商品的 QR code， 然后下单做 e-commerce， 然后这个产品会在40分钟之后送到你家。也就是说，你到捷运站等车的时候可以买东西，然后你坐车到家的时候，东西就送到府了。这种就是一个从广告转换为新的销售模式。那我们认为这种新的以媒体为核心的商业模式，未来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行动上网装置普及以后，甚至未来电视一旦数位化之后，它可能也会具备这样的功能。
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关心的这个所谓的商业模式，主要是这五个面向来观察。承接到策略长刚才您提到的交易方式变成是这么样子的一个特殊，在捷运站里面就能够进行的一种等于是行动商务了。那么我们未来的传播计划是不是也跟这个销售紧扣的更密切了呢？这个是每一个在做广告投资的客户品牌客户他们都在问的问题，就是我投资广告跟销售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一般来讲，我们在投一般客户在投资线上线下，就是 online offline 的广告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从目标对象、预算分配以及内容制作的问题去考虑，那比较少去考虑到线上广告跟线下广告之间如何发挥中效，然后这个中效跟销售之间的关联性是什么。那我们有一个客户，保养品的客户，他花了2年的时间去厘清这样的关系。那我在这边我可以跟这个同学分享啊。他有一个新产品要上市，是一个保养品。那他在上市前3个礼拜，他会开始做线上广告，就是这个online 的广告，网络传播。首先他会办一个试用会，他会邀请8位这个部落客，黄金部落客，也就是大概有10万或是50万的粉丝追随的部落客写手来参与。那参与的时候呢，他会找一个知名的专家。像保养品这边的话，像 Kevin 老师啊，像是牛尔先生啊，他们就会来做这个主持，然后让这些部落客试擦，试擦完保养品之后呢，回去请他们来写这个试用心得，这个试用心得一定要在这个7天到10天之后才能发表，因为如果马上发表的话，就表示这个保养品里面有化学成分，才会有这么快的效果，这就是他们的一些。这是他们本身在尝试过多种不同的组合之后，发现消费者的反应，而做了这样的一个天数的调整，这是他们的 know how。那当他10天之后发表使用心得之后呢，他会请20到30个写手去回应这些黄金部落客他们的文章，希望把这个影响力能够扩散出去。那当外围的消费者接触到这些讯息的时候，他透过搜寻。来找这个保养品的资料的时候，他会发现原来在 YouTube 上面有他们试用的这样的一个影片，然后就会更加深他们对这些网络上资讯的可信赖度。那这个时候大概是经过了2个礼拜的时间。那当黄金写手发布这个消息之后 ，Digital 的 campaign 就是所谓的购买雅虎的这个广告版面啊，这些这个广告活动就开始了。那这个开始是要把前面累积的内容。渲染出去，做更大的渲染，这就好像什么？好像我们在家里煮开水，如果销售的好，表示这个水滚的话，那这个水一开始一定要把它烧到30度、40度，它现在前面就在加温，那当它3个礼拜做完刚刚讲的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它还有3天产品就要上市的时候，它会在这个品牌的粉丝团上面做一个促销讯息，那你可以来临柜。好，到他的这个点位前面去做试用，或者是预购，他会从试用的人数以及预购的销售数字，然后来预测他未来半年的销售的数量。那他自己有一个比例，也许是7%，对应后面是93%，这就是线上广告跟线下广告以及销售之间的关系。所以从刚刚您的解释里面，我们发现到这个 offline 啊跟 online 啊，这中间的学问是很大的。所以有可能呢，以刚刚的例子来讲呢，可能是 online 先走，然后 offline 再趁势而上啊。所以，但是有的时候也许是 online offline 同时进行，或者谁先谁后啊。那谈到这边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继续。了解到了呢，在整个传播企划面的种种变化，那么进一步我们也想要知道的是不是在传播的架构上面呢也起了一番作用了。对，过去我们的作业是一个工作出来的时候呢，它会包含广告、公关、活动、媒体等等，
那可是我们发现，当这样的作业，在现在这个环境里面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会发现它很难整合。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把它重新调整，我们把它重新调整是横向，就是内容、平台、装置。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内容这一块呢，因为单一内容必须具备多媒体的形式。你的内容可能要放在网站上，你的内容可能要放在手机上。除了电视、报纸、杂志以外，那这些都跟过去的制作思维不一样，所以我们无法广告公司来解决这所有的问题。你变成要有程式人员要进来。那这个时候变成是横向大家来一起解决内容的问题。那再来是平台，过去我们的平台比较简单，有线电视台、报纸、杂志、广播。可是现在的平台有 App， 有脸书，有 Line， 有 WeChat， 这些都是平台。那再来就是装置，消费者在接收这所有的讯息的时候，透过不同的平台，它整合在电视上面看，在电脑上面看，在平板上面看，在手机上面看。所以试想，如果我们还用传统的方式的时候，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媒体公司、活动公司的时候，他们无法解决刚刚讲这些平台的问题。我们反而应该重新回来检查，是从内容、平台、装置来重新思考这个传播架构。那要整合这么复杂，我们又延伸出另外一个需求，就是在传播的作业人员必须要具备有跨平台装置说故事的能力，不然的话各个内容会独立无法串起来。的确，我们常常讲，这内容就是王 ，content 就是 king 啊，所以整个广告产制的这个内容呢，它也会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在整个形态上面来讲，是不是也都不一样了呢？对，像是我们现在常常听到的，像原生广告也跑出来了。对对，那原生广告这件事情啊，大家都在谈论，它是一个 前一段时间 很红的议题。那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其实原生广告，在广播出现的时候就存在了。广播是声音媒体，它利用声音来表演，所以在广播上面它出现的内容就应该是专门属于广播的特性。那杂志本身印刷精美，所以在杂志上面它就有它出现内容的特性。那电视是声光效果，所以在电视上面它出现的时候就跟广播、报纸、杂志出现的方式不一样。那网络的特质是连接、搜寻、分享，然后社群互动，所以照理说，网络的原生广告，我们的看法是，它应该也要符合具备这样的特质。比如它的广告出来的时候，应该可以创造连接，让消费者想要搜寻，愿意分享，然后可以有社群讨论，啊，应该是有这样，对，应该有这样的特质。所以这种内容呢，就是要能够激起被无止境、无止境的一再的讨论，一再的去扩张、爆发它这样的一个延续的一个力量。讲到这，您是不是要透过一个例子来更进一步帮助我们的说明？哦，好，那我来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像原生广告最常提到的就是微电影。那微电影，我们认为现在的做法还是把电视广告影片只是拍的比较长的描述，然后放在网络上来播。所以这个思维其实还是电视的思维，不是网络的思维。那在美国有一个电视影集叫 Dirty Work， 啊，这个影集呢，它在前面的这个预告片的时候呢，消费者如果要看这个预告片，他必须要到一个网站，到一个网站上面去登录，啊，留下他的行动电话以及他的 email。 那当他在看这个预告片的时候，男女主角在对话的时候，可能男主角会打电话给女主角，那这个时候呢，你的电话就会响，然后接起来，然后你就会听到他们两个对话。那当女主角发信给男主角的时候，那你就会收到这一封 email， 那我就会看到他们在这个信里面的内容，也就是说你会更投入在这个剧情里面。那当你做的很多事情，其实最后当你去看这个电视影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中间他们都设计了一些桥段，让它发生一些关联。那我们会认为这种做法会比较贴近网络的特质，互动，对，互动，对 ，OK。好，那么我们刚才发现到了这个从这个 dirty work 的例子里面呢，它不仅仅是像这个我们说的微电影广告这样的一个传播方式，更重要的事情，它还把互动的本质呢发挥的一个淋漓尽致啊。好，那您刚才也提到了说，这个未来的广告的这个样貌里面呢，我们最近也常常听到，不仅仅是原生广告，还冒出一个所谓的 voice ad 啊，这种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呢？Voice ad 本身就是你用声音可以控制你在看电视广告或手机广告的时候你要看的内容。
那其实这个是从 iPhone 的 Siri 这个功能，就是你对着 iPhone 的手机讲说你要搜寻什么的时候，最近的餐厅在哪里，那它就会告诉你啊。从这个技术概念延伸出来的广告模式，那其实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影响最大不是在广告，它影响的最大反而是让触控萤幕跟键盘不见了。对，直接用声音了。对，直接用声音就可以找到你要的东西。那如果你消费者他用声音就可以找到他要的事物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接下来就会改变搜寻结果的呈现方式。因为以前我们是用输入，在 Google 上输入，然后找到我要的，所以他会列出十个、二十个。可是如果是用手机搜寻的时候，用语音搜寻的时候，照理说他应该是直接回应你最正确的那一个。所以基本上前提是他要了解，非常了解你个人化的需求。所以个人化就出现，当他了解你的个人化的需求之后，他知道你是谁的时候，那他的广告投递就会更准确。所以这也是吻合我们常常讲精准行销这件事情。对 ，OK， 好。那么除了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那相对的呢，我们也凸显出来说，整个广告或者说行销传播的环境里面，他未来可能需要的就是更不一样的人才了。对，就我们现在公司的需求来说，我们现在非常需要的就是跨界的人才啊。那举例，像在广告上面，我们需要的是互动广告的创意技术人员，他既懂程式设计，又懂美术设计啊。因为他写程式的时候，他其实就在设计一个广告，在各种动作之间衔接。那这东西呢，其实跟美术的设计使用者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他不是单纯的一个程式设计人员，但是他负责的又是互动广告的创意。另外就是像消费者洞察研究员，就是以前我们讲的研究员 research， 可是这些人他们现在是必须要懂资料库分析，他又要懂行为心理学，然后我们在帮客户管理社群，那我们必须要有所谓的社群经理，那社群经理本身他必须要懂社会脉络，因为一个 Facebook 本身一个品牌粉丝团就是一个小社会，他必须要懂社会脉络，他又要具备这个内容的策展能力，因为他每天要供应这么多的内容，这都是他一个人要完成的。然后我们还需要有说故事的人，那说故事人必须要跨平台跨媒体叙事能力，他必须要懂这么多平台的特色，然后去说一个故事。那当这么多的人跨界的人才进到我们公司来的时候，我们又面临到怎么样去管理跨界人才的人？那 这些我们面临到的问题，其实会让我们有一种深深的体会，就是未来广告公司其实挑战最大的两个部门，一个就是 HR， 就怎么找到这些跨界人才，怎么管理他们；那另外一个就是 IT， 因为当所有的东西都数位化的时候，程式就很重要了。确实是如此啊。那么谈到最后呢，您对这个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广告呢，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建议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未来广告的样貌，就是美国有一个百货公司叫 Target 百货，那他其实很早就投入资料库分析，然后他是按照演算法去预测客户的购买行为，然后他再寄送敌人去刺激消费。那他在明尼苏达州的 Target 百货曾经接到一个客户的客诉，有一个爸爸打电话给这个打电话来抗议，他的十八岁的女儿一直收到孕妇用品的广告信。对，那过几天之后呢，他打电话来道歉，因为他的女儿真的怀孕。所以我们会发现说，最了解他女儿身体状况其实是 Target 百货公司的资料库，而不是他的家人。这就是未来广告的他在改变的方向。好，那所以我们认为这种销售方式，我们认为开始就是结束，就消费者接触到广告的时候，他就销售就结束了。对，这样。谢谢今天策略长为我们所做的一个精彩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未来广告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一个变化。那整个这个学期的课程也到这边告一段落，再次谢谢所有同学的观赏。